看，好，推一推这个。各位朋友，欢迎回到柔爸享乐生活频道，记录生活，生活记录就从今天开始。今天是礼拜三，还在春节的假期内啊，不过是春节的最后一天呢。我们在这个春节，柔爸是如何度过的呢？我们第一天就把年终用来买一些礼物，准备度过这个为期七天的春节连假。但这个礼物呢，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同乐了。那是什么礼物呢？我们就来看看吧。哇，就是这个哦，在去年已经风靡了好一阵子的 Switch 啊，柔爸今天终于利用年终奖金去把它买下来了。我们这次是在顺发山西用品店哦去做购买的，因为它现在搭配游戏还有一些优惠啦，所以柔爸就一次买齐了。还有2019年。去年风靡一时，可能到现在还在风靡的健身环大冒险，我们还没拆封，等一下来猜猜看。好，我们就来开箱吧。其实我们刚刚在购买的时候已经有拆开年保护贴了。哇哦，不过开箱起来还是有惊艳感啊。这个就是主机，然后两个 Joy-Con。我们先把主机拿出来。好，我们刚刚忘记看箱子的外观了，你看一下。哦，箱子外观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。只在这边有提到要保留外盒做保护之用。那柔爸这次买的是台湾公司货。哇，这个主机。然后这个 Joy-Con 拿出来连接一下。哦，这个 Joy-Con 它有分正负边哦，这个是正的，这个是负的，正负边。我先把它接上好了，听到咔嚓一声就接上去了。哦，那这个塑胶袋啊，店员有特别说这个后面有条码的，所以保护都要把这个塑胶袋保留下来。就好像台湾公司货做保护也是蛮严谨的。下面就是它的一些配线啊，这个是 HDMI 线、电源线，这个是使用指南，这个是游戏手把，然后两个 Joy-Con 的腕带，这个是要做电视座。它的主要基座哦，桌上这一些东西啊，就是 Switch 里面的内容物了，其实就差不多啦。最主要就是这一台 Switch 主机，哇，感觉超大了。那柔爸会买这个 Switch 的原因呢，当然就是它的多变性了，它可以变成掌上游戏机，那也可以变成接上电视来使用的。电视游戏游乐器也是相当多变。那当然，我们除了买主机之外，还买了几套游戏的。OK， 我们主机的充电的过程呢，我们先来开箱这一个。哦，在2019年的后半年，哦，相当的热门的健身环大冒险，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包装？哦，现在它的单价相当贵啊，现在单价一个要4000多块。那其他地方啊，昨天柔爸去大卖场，比如家乐福啊，或是德州TV Game 的连锁店，都说已经缺货了。那柔爸顺利在顺发还有找到货。打开了，打开了。这个就是一样，是一个游戏片。哇，后面就是它的健身环。就是一个健身环，哇哦，健身环真是个绑腿，哇，没有了，这样就4000多块，4000多块就去掉了。健身环，哦，这个材质蛮嫩 Q 的，嫩 Q 的感觉相当不错。哎呦，这是有弹性的，所以可以拿来这样挤压，
他应该健身也没问题。他这边就是装手把的 Joy-Con， 那脚上面呢再绑一个 Joy-Con， 然后来做感应。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。那我们先来安装这个电视机的基座啊。我们还要把《健身王大冒险》的游戏卡放到主机里面。哇，原来就这么一块啊！这样一块资料片就价值不菲了。游戏卡插槽在这边，你就把它插入吧。哇，它已经侦测到游戏了。那我们先把 Joy-Con 跟这一个健身环连接起来。它上面有电源指示灯诶，另外一边的应该是在绑腿上面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好吧，我们等一下就先来测试看看。哎，我们现在在准备用这个健身环，妹妹要试玩，对不对？妹妹已经绑在脚上了，你看，哇，妹妹已经绑在脚上了。可以耶，等一下妹妹让你先试玩，对不对？爸爸还不会玩，妹妹要先玩。等一下啊，妹妹还在更新，不要动。哦，来了，妹妹拿着，准备了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好，他在讲话。安装要拿好，对，拿好。哦，你看固定了没？有。OK， 好了好了。妹妹，看开始动，开始动，有没有动？哦哦哦，打跑步哦，打跑步，你要不要打跑步？好，开始跑步，跑步跑步，加油！你看你不跑了就不会跑了。妹妹，赶快跑步，脚往上动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哦，你看，它动了。前面门，妹妹后跟紧。好，开始走，跑步这样，这样跳爸爸。看爸爸这样子，你看他走路了，走路了，你走路他就走路，你不走路他不走路。哦哦，走路了，你看，哦，你看你看他跟着你走路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他跟着我走路。对啊，你看你走路了吗？他就是你呀、啊。你看你要走路他走路。加油！哦，你看他要跑了，妹妹赶快加油，妹妹加油。好，那你脚来动，脚来动，哦哦，跑好快，跑好快，跑好快，你看，好，推推这个，好，赶快跑，走走走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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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跑步，加油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回来了，经过一整天的健身玩大冒险的试玩呢，柔宝贝对这一款游戏是爱不释手啦。不过因为他的年纪还小，他要压那个健身环还没有力气可以压，体验上面是还蛮不错的，就很像以前那个手机游戏那个、跑酷了，那跑酷的游戏一直跑一直吃金币，就是说他这样增加一个健身环，还有绑在脚上的感应器。哦，让你可以身临其境哦，这就是 Switch 厉害的地方啊！哦，把之前的Wii啊，哦，拿两只手柄啊，现在把它进化成，哎，拿一个圆环，还有一个脚绑腿的感应器，那再搭配上故事情节，让你可以身临其境，然后虚拟成那个角色，你怎么动它就怎么动，感觉是蛮不错的游戏啊。哦，希望这个Switch 可以更增进亲子间的关系，好吧？今天的 Switch 简单的开箱就到这边结束喽。如果各位喜欢柔爸频道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柔爸每个礼拜三下午6:30准时更新影片。各位朋友，下礼拜见啦！希望各位朋友在这2020年一整年都能够好彩头、好运到。各位朋友，拜拜喽！跑步，跑快点！好，挤压，挤压，压压，啊！跑。